要强，来让老师抱住球，老师抱住球。好，接下来小朋友，我们要往回传的，你的小屁屁准备好了吗？转方向了吗？现在请大家都面向校门口的方向。悠远，我们要面向校门口的方向。好，来同学，你们的双手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二话不说 ，Ready Go。活动截止，今天的滚大球活动圆满结束，大家的表现都非常。